喂，主持人老师好。嘿，嘿，来。那个你刚刚讲到那个啊，之前我有送一罐优美素。嗯。哎，应该是那个可以搭配那个四美八钙用吗？可以。我想用青椒。啊，像安尼，我的牛番茄。牛番茄应该不需要。青椒的话，它只要怎么搭配会比较好？就是、还有加肥料的话，这样它可以加硝酸钙或是那个四美八钙吗？好，优美素了，老师，就是一准为四美八钙上几罐优美素，你还记得吗？来，来，这个有当时啊吼，咱大概是这样的吼，就是讲真济吼，咱咧应用的时阵吼。那么来看作物的这个特性吼，这种啊，这个大概这种性质啦吼。那么这种性质吼，这简单来讲吼，比如讲伊的一个作物吼，比如讲我可能是较像番茄吼，番茄这种物件，那伊的颜色吼，尤其伫台湾吼，这因为咱温度较高，所以迄个颜色的表现，咱弄会了啊，较疏淡薄啊，吼，这是咱拄着面临的解决困难嘛，吼，所以可能咱更加重视的迄个色水的这个啊，这个、部分吼，也是你来许吼。那进前这个酶吼，这通常是啊，特地迄个去改蜜改幼物管吼，就看迄个长，有当时啊，那是较因为酶吼吸收效益其实不会有太大的问题，但是有时啊，伊较无容易和你好的关系，是因为咱土壤内底钾跟钙的这个拮抗啊。其实酶呢，作物很容易吸收啦吼，所以导致的吸收效益上较无像你啊解，只是讲伊的这个配方上吼，就是酶比较高一点吼，所以。一般咱的建议吼，比如讲你用在应用的时阵啦吼，你当。可以很直接吼、哦、啊，你摕来改这个小应用者，要用伫啥物所在呢？简单来讲吼、哦，就是讲伫这个使用上吼、哦，那是你若感觉迄、那个，尤其叶菜类吼、哦，还是讲像迄个绿色吼、哦，较无够这款的这情形吼、哦，这是含咱这个许讲一个许出现吼，就讲、是、伊它是一个比较最主要伊即内底吼，伊有一个。有一些比较特殊的这种生物活性的这个成分吼，所以咱的应用是最主要的是讲要给伊的这个光合作用吼，就是讲最主要是酶啦吼，酶这个啊帮助伊酶这个吸收吼，特别讲另外这最主要的应用是安尼，所以你那是有必要吼，必要呢用伫虾米所在吼，比如讲像伫即个青椒哩配咧用，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吼。这1000倍啊，你搭配个用一束啦，你啊已经有用四美八钙，应该四美八钙这些物件咧用的已经正常咧用的差不多有够啊吼。只是讲有些特殊的这状况，可能较乌伊嘛是安怎比较无够啊，是讲。做甜做加有一个，所以咱会阁用这物件稍微再给它做一下调整，啊那无应该也差不多有够厉害了啦吼，这物件咧用咧是安尼吼，一个植物内底吼，要一旦产生缺酶吼。最重要的是讲伊个长得大袂起来吼，这通常是安尼，而且伊个一个迄个酶吼，因为伊足重要吼。所以呢，小花，一个这个酶，一个这种有发生的时阵吼，伊下卡许的出现的迄种色泽上吼，一个，所以你爱稍注意一下，有当时啊，咱比如讲你迄、那个。骨头石灰这种物件，迄比如讲这个石灰迄下伤侪，石灰这种物件下伤侪呢，就会出现这种缺镁一个，因为土壤含钙量啊，伤过头高吼，咱一般来讲就是讲一个钙镁比例吼，比如讲钙跟镁比如果大于6的时阵吼。大于6哦，这通常是安尼，但是一般来讲吼，不用到6吼，差不多4倍吼，4倍的时阵呢，哦，这已经得很容易就会缺镁啊，哦，所以咱真侪这个镁吼，因为伊的一个这个
吸收是很容易的，但是问题就来啊，哦，问题就来，就是讲，因为土壤内底这个钙含量比较多，哦，啊，并讲像咱伫台湾来讲，咱这种石灰岩的这种地形，啊，并讲像这个伫玉井南西这边因啊，较容易呢出现这个缺镁这个竞争，啊，因你讲也是安怎缺镁，因为钙伤过头济，伊种土哦种酸啊真好，但是呢伊个啊镁呢问题就比较大，所以呢稍微补一点啊米，哇，这种伊个这效果呢啊的真就会效果就会很好啊呢吼，所以基本上吼是这款呢这情形伫咧吼，所以一般就是讲伫酸性的一个这个土壤吼。较酸性的这些土壤内底，伊就较有可能会出现这种啊米啦，较无讲真正常的一个这個情形哦。所以啊，咱咧讲作物会出现这个缺镁，就是讲有两种情形吼，一种应该就是讲这个土壤本身的这些问题吼，这它的含量倒不是遐重要吼，就是讲也没有镁吼，这种情形呢其实不大吼。一般来讲，那出现的这個问题拢是虾米款吼，拢是因为这个土呢伤过头酸，吼，这种呢伊无法度吸收啊，所以呢这个含量吼，因为土壤内底这个镁这個含量不会太低吼，一般拢袂讲足低。但是为什么也这个一般那是也足低这种的吼，不多啦吼这种，但是也有效性。不高，这个倒是很多哦，这是安尼哦。啊，佮一个就是这个离子的这个效应，就讲、是、有量啊，但是呢，啊，伊的一个这个土壤的这种其他钙哈，都加讲到就是六倍哈、哦，所以呢，啊，这是一个最重要这个所在，所以不能给太多的那个钙哈、哦，这钙太多的时候呢，其实啊、问题也是多啦哈、哦，所以呢，这里才当好咱好朋友呢。啊，小做姐姐了解到吼，这基本上这物件呢，啊，都是一个很要紧的这所在啦吼，这其会当予咱听众朋友吼，小做姐姐参考吼，就讲这物件，那么有必要吼，就可以稍微去给他补充一点点吼，所以你也当小了解者，所以看情况啦吼，就讲你这物件呢是在南呢，这个呢就没有什么问题哈，应该是可以的哈，所以呢你也当小知影者，就讲咱一直在补钙吼，就稍微补一点镁吼，这真济有当时拢是安尼，咱前两个听众朋友讲的是讲这个过犹不及嘛哈，超过。含这个无够，其实这两个是都是很接近的，是不是啊？你过犹不及、哦、所以物件拢袂使想，不要太超过了，安尼啊，拄好就好，哦、要一定要刚好、啊、要掌握好哦。这通常是就看呢，一个啊有这个必要性哈、哦。这里叫咱好朋友呢，小做者这个参考哈、哦。那么在应用当中，哈、哦，这有时候这个就很细微啦，哈、哦，咱起码咧。咱即马咧栽培，其实都是一个很细微的栽培吼。这前前我拢甲有呢，一个尤其咱我们在探讨的这些问题，拢已经是做细微的一个这调整啊。哦，这有够以为吼，这种非常细微的调整吼，这个其实也真的没有那么容易哈。好，这好和朋友呢，小做一参考吼。你大概伫这应用当中，啊，你小思考者吼，是唔是有这个必要吼？其实。真侪这物件，咱咧应用吼，比如讲你一直用硝酸钙，那你给它补一点点吼，这个镁，可能这个效果呢很，你做明显的看到伊的这效果。啊，你也是已经用这四镁八钙，它已经有这个镁吼，但咱咧用的这個量吼就不要超过吼。所以呢，为什么咱有时啊做反对讲做侪行拢去甲南做伙吼？这個、原因就是伫遮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真的不需要那么多哦，这款您是安的哈，那这当我好朋友就做这参考哈，